反击球，傅浩文继续冲篮下，好球，迈开了大三步，17分的分差。9轮的时候了，看看能不能赢下现在状态也不太好的浙江啊。比赛开始之后，球呢是在浙江这边来控制。反击，好球！半一这球打得太漂亮了，直接给过来之后，前场虚晃，郭浩文杀进去就是双手的暴扣。球打得真漂亮，这应该是4个。来看这球中路突破，其实你说这球打没有摆脱防守，球再给啊，右侧其实有机会，这球郭浩文还是想成功，哎呦，又是一个2+1，其实侧面呢队友已经在要球了啊，但是这球郭浩文就是硬往里面突着打，嘿，这名了啊，郭真香。这球你真说是机会吧，休息啊，来猜猜这次能休息多久吧。这边是上了林啸天，中距离，好球啊，高温大球晃动之后还是直杀，再转移球给到底角，宁红宇的三分，好球啊，内线啊是这个两个人站着卡住了，高温反击，好球，上篮再接，八一起势了，分差拉近到15分。哎，我中国王子路这边一个非受迫的失误，反击球，傅浩文继续冲篮下，好球，迈开了大三步，17分的分差。哎呀，刘薇薇这边叫暂停，是不是叫的稍微晚了一些呢？第三节还剩1分钟的时候，八一把分差拉开到17分。怎么样？在这等着出工位投篮。听着啊，既然之中防守，这一分钟别犯规，别犯规啊，别犯规啊，控制，别犯规啊，防守啊，听见没有？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不知白啊，没有展现太多的东西。郭浩文，哇，这边浙江也开始盯得很紧啊，没有给郭浩文突破的机会，外线单干三分球出手，好球啊！哎呦。宁宇得分都上双了，看看这边赖俊豪的三分出手，球没进，篮板这球拼得很凶啊，但是浙江最后还是没有拿到，哦呦，这球这是赖俊豪的犯规啊。这球队去融合，都是问题所在。今天呢，没有让张祖明上那么久，就上了4分钟。整个球队，真是啊！刚才还只是一个人喊，现在喊郭浩文 MVP 的越来越多了。首先，让我们恭喜八一在自己的主场终结了一个将近10轮不胜啊，这个9轮的连败。